from KJ. So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today? We are going to do a reaction video of our performance just now at CityTel Mid Valley, which we are performing 24K Magic and Dynamite. Yeah. So without further ado, 3, 2, 1, go. Go. Thank you.
那你听得到吗？这有还原到吗？哎，姐姐，姐姐，姐姐，猜对了。我跳错了。你看不出来，你知道吗？刚做完表姐。什么 comments 是有什么 thank you message to each other 要哭一点要哭吗哦你哥要哭啊哇拍起来拍照啊拍照啊有什么东西要跟一起讲吗讲李德讲感想啊，李德，我觉得因为李德讲，我们也哭了，可以吗？哦，拿 tissue 啊！来 ，Mandy， 来李德讲，来李德，哎哎，给 tissue as second mic。tissue as mic 是什么意思？哈哈哈哈哈！各位哭不会哭，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表演完 Bang Bang 还有那个不喜欢吗？那天我们每次在想，有没有以后有没有机会一起表演？然后这时候够力啊够力又够又够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这一段怎么录起来录录不了吗然后就是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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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然后在去的时候，之前跟我们讲，我们可以一起，还可以一起表演的。那时候其实很开心啊。然后就是，哈哈哈哈哈，太爽了，太爽了，没事，我能抓，哈哈哈哈哈。那天其实我要讲的，其实那天讲就是我一开始有一点。对不起大家，是因为我下面把舞学好来，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可是我没有教他来，还有你们有时候要你们自己 refer back 他的 video， 然后前几天我现在有凶他一下，可那时候我凶真的没有事不爽，你不是凶，你原则。其实我当时是想要演出，就是让效率更高点，因为上次我们的 performance 坦白讲没有讲好，因为我们很多意外中的 mistake， 就是。从来没有想过会犯这样的 mistake， 所以那天我就在想，怕我没有严肃起来的话，你们将不会听。那我又，可是我严肃起来的时候，我不可能一 practice 完我直接 shut down， 然后回去 friendly mode。所以那天人家看起来很不爽，其实是没有，只是然后回家就休息一下，然后就这样感谢你们，可以肯听我的，就这样。Thank you, leader。要讲 ，during 我选 especially 你们的这个组啊，是真的看到是很 close 一下哦。Then 我们 even expose 他们也是有讲到，好像哇 ，NFC 有一个有做到跟你 NFC 什么？说你知道 NFC 是什么？你给我想起来。哈哈哈哈哈！一个是谁的？来一个。说我想跟你们讲是你们 it's like very destined 啊，是 very unpredicted 的东西 when 你们真的会 click 到很好 then 又可以跳到海啊很好啦很好好了我们再继续then 想跟你的弟弟讲 good job 吧因为我觉得You are like the center, like the center. That's so nice. Yeah, so I can do it. So, 是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哦。So, good job. Center.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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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果我们真的是太伤心了什么，我们自己看。你有人要开场一下吗？来。Thank you.